上帝羊羔，落去世间人的罪下，无十字架就无冠冕，无伊见笑就无荣耀，无伊脱悔就无希望，无伊悲叹就无完全，无伊目屎就无安慰，无伊死就无活命，无伊宝血就无赦罪，无十字架就无冠冕。Thank you.
天顶地上所有的恩典拢总给我，所以恁就爱去宣扬福音，召万百姓来做我的门徒学生，奉父子圣神的名来行洗礼。既然我所命令恁的拢爱教示恁遵守，我就常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界末日。耶稣讲了这些话，门徒还在伫咧看的时阵，耶稣就被接上天。有一片彩色的云，把伊接上天顶去，慢慢就无看到。当耶稣被接上天，门徒目睭紧紧伫咧看天顶的时阵，忽然间有两个人身穿白衫，站伫边啊，伊讲：加利利人，恁为甚物站咧看天呢？这位离开恁被接上天的耶稣，恁看伊安怎上天顶去？伊也要安怎样对遐搁再来？哈利路亚，祝各位，祝各位朋友。